的男生，然后带我去攀岩，然后想哎挺有意思啊，然后就玩起来了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但是我到不了，这个是让我有点难过的事情。但同样的，攀岩的好处也是，只要你多做多练习，你有了力量，你有了技术，你就能到那个地方。他在上面爬，我在下面保护。你觉得那个东西你做不到，但是再试一次你能多到一点，再试一次你又能多到一点，最后你能到你想象就一开始你觉得你到不了那个地方。差不多玩了两年半吧，带我儿子去攀岩，然后我儿子爬着爬着他不爬了，他恐高，对，继续，然后就是我在攀了，每天下午，哎，到时间了，我该去岩馆了，我要去攀岩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他有不断的难点给你，过了难点之后，真的是除了中500万比他开心一点，其他的平时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比他开心了。我今年是48了，68年的，所以接触这个攀岩也已经有十几年了。我觉得我是整个身体是比较灵活，然后自己的感觉还是比较年轻吧。我喜欢了，我就叫他一起，就一直就一起了。第一次爬的高还是会有点怕的，他们就教我说，就是你往上看，不要往下看。我们肯定就是感觉比较一直很默契，大家有共同的爱好在一起，觉得很开心啊。一年出去个3-4次啊，4-5次都有可能。游客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天就得很简单爬线，就是享受自然的一种安静吧。你可能你觉得你会怕，但当你真的试的时候，哇，可能是更多的刺激和好玩。你觉得怕的东西其实没有了。